像风一样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。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。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风音乐，我是小风风。提起中国的摇滚歌手许巍一定榜上有名，爱他的人说他的歌曲里有生活，有自己曾经的影子，有着很多熟悉的场景，有着很多感同身受的情感。蓝莲花可以称得上许巍的代表作，在电影电视剧也经常被用来做背景音乐，可见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。听过现场版的蓝莲花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，这首歌并不像我们认知中的摇滚乐一样有着慷慨激昂的曲调，动次打次的打击声，反而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唯美享受。我们仿佛是在听许巍给我们诉说着一段故事，虽然歌曲比较平缓，但是却能够震撼无数人心，给人以力量。一首故乡诉说着许巍当年背井离乡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，也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广泛共鸣，鼓舞着每一位因为梦想遍体鳞伤的追梦人。当音乐前奏电琴旋律响起，底下的观众就开始放声尖叫，现场的灯光也营造出了活力摇滚的氛围。许巍的烟嗓一开口，观众挥舞着荧光棒齐声合唱，有些人唱着唱着就不禁流下了滚烫的泪水，泪水里又包含着多少的心酸呢？只有自己知道，他人都不能感同身受。而许巍另一代表作《曾经的你》更是在8090的乐迷心中有着重要地位。这首歌同样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，在演唱会上每当这首音乐响起，往往能引起大家的情感共鸣。回忆起曾经的你，独自一人走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，虽然有过挫折，可我们坚信自己的内心，坚定未来的方向。飘然无踪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总让你变得忧伤。好了，今天的快乐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